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在干嘛？哦，我在切这个煎鱼切片，有一点像是我们在吃早餐的那个鲔鱼三明治。那个煎鱼它有做怎样的一个前处理吗？拿到这只鱼的时候，我有先把它做一个熟成。因为鱼刚拿下来是酸的，那让它静置个几天，它会转成糖分出来。我们的男子团体全部聚集到一起了，他们在组装的是第一道开胃菜，也就是刚刚讲的以早餐店的逻辑，早餐三明治来做出来的煎鱼蛋黄番茄开胃菜。哎，他们这个好酷哦，他们还要再另外熏一次。对。第一道的部分是煎鱼的三明治，那做了冷熏的煎鱼，我们有烤了蒜头的美乃滋酱抹在上面，还有搭配番茄冷汤跟黄瓜泡泡做一个冷饮的方式。我觉得它烟熏的味道非常好，哎，那个煎鱼很香，你入口的时候是那个烟熏的味道整个在鼻腔上面。